接下去就讲唐，唐朝是中国啊，这个诗词啊，达到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时候。他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来统计，好像说是有5万多首诗，有3000多个著名诗人，不著名的还有很多。那么这个诗里面呢，我把它就是总结为4种诗。一种呢就是浪漫派的诗人，以李白为代表；一种呢就是现实派的诗人，以杜甫为代表；还有一个呢就是山水诗，这个田园诗，以王维为代表；还有一个叫边陲诗，就是边疆的一些诗词，他以王昌龄、王之涣、高适、陈抟这些人为代表。那么我一个一个来介绍这4种诗啊，他们的代表，用他们所写的一些好诗。第一个要讲的李白，这个李白真的是个天才，中国文字到了他手里啊，简直写出了我们想象不到的文字，写得之好啊，我每次读每次都感慨，中国有这么好的诗人，这么伟大的诗人。陈子昂说过，说念天地之悠悠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李白就是这样的，中国就这样的，没有个人比他写得更好。人们称他为谪星，所谓谪星呢，就是天上来的星，不是人的。天上下凡。那么李白的诗啊，大家知道写的真是好到没办法形容。比方说他写一首啊，这个竹道呢，就写一首山嘛，对不对啊？他竟然可以写什么？一与兮为物高哉，竹道之难呐、啊，但有上青天。这个、你想想看，他开始3个感叹词，然后呢，就来说这个山呐、怎么难走、就像上天一样的了，我们就不会写说山写到这个样子，对不对啊？那么他接下去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啊，有一个壮士啊跟一条蛇搏斗，那个蛇呢不过他就钻进了山洞，然后那个壮士呢抓住了那个蛇尾巴，把它拼命的拔，拔了以后呢天崩地裂，然后天地时间相勾连，形成了今天的主道，非常的难走。怎么难走呢？他下面又写啊，就是像猿这样善于攀爬的动物啊，都无法攀爬过去；像鹰这样的鸟啊，都飞不过去。你看他的形容词啊，这个真的。后来他又创造了一个字啊，现在我们一直在用，叫什么？这个三世的险要，险要。就一人当官，万夫莫开，所以大家都朗朗上口，其实就是这首诗里面的一句话。那么他又写了后面，就是说这个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啊，碰到了千难万险，还有什么磨牙充斥的一些动物啊，所以后来他最后到达了锦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啊，天府寺。非常好玩的地方，这个他还是写得出来。锦城虽云乐，如走万家。再好的地方啊，还不是你的家，对不对？这个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里的狗，所以他呢，最后还是劝大家：锦城虽云乐，不如走万家。他的形容词啊，我们从另外一首啊，叫《将进酒》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将来的将，在这里不能讲，呛，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请，敬酒，请喝酒。他找了两个朋友，叫丹丘生、陈父子，杯莫停啊，将进酒啊，喝啊，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喝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饮者能寂。你再有名的人啊，人家都不知道，只有会喝酒的人啊，后面的人都记住他。
那么他其实是一开始就非常了不起的两句话，说什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不罢不复返，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纱。就是说时间啊是飞快，人生啊暂短，就像黄河之水啊一去不再回来啊，就像你镜子照自己一样，我的头的黑发从现在变成了雪。你看他的形容词啊，形容的多少，叫我们说哎，这个人生之快，我们这怎么写？他就这两句话。那么他后来再讲到这个《将进酒》里面说什么？他说这个喝到最后啊，他看这个主人啊不愿意把酒拿出来，因为他喝光了，钱也没有。他说啊，主人何为言少钱啊？啊，你不要说我们没钱了，五花马千金裘啊，呼儿喊出啊，这个换美酒，就把我拿来的皮袍子啊，我的钱来的马都换掉，对不对啊？我换了酒喝啊，叫丹丘生秦处子悲落亭啊，人生得欲啊，要须尽快，莫使今生空对月。喝啊，喝到什么程度啊？会须一饮三百杯啊。而鱼儿通宵，就把万年的仇啊都喝光了。你想想看，那个李白啊，真的写的哈。那么还有呢，他爬山来难呐、啊，走路也难。他的首诗啊，名字就叫《行路难》。他说啊，拔剑四顾啊，心茫然。拿出一把剑啊，这个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呢？他抽刀断水啊，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他把这三这个水还是流，没办法，这个愁啊，喝来喝去还是愁啊。那么行路难，行路难，难到什么程度啊？欲登太行，雪满山；江渡黄河啊，冰山川。就是我要登太行山啊，满山是雪。我要过黄河啊，冰都已经结住了，我那个船都不能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这个路怎么这么难走？这么多的啊岔路，我都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诗人啊，毕竟还是诗人。你看他最后两句啊，又突然的，非常的光明。他说什么？长风破浪会有时啊，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把前面拿到好像已经灰心丧气，最后两句啊又达到了高潮，就是啊，人生啊长风破浪一定会有这个时间来到来的，那时候呢我挂着云帆啊就可以到非常大的一个大海里面去实现我的理想。你看这个诗人多厉害啊，等到灰头丧气的时候，他最后两句把我们喊回来。那么李白啊，这个写的这么好的诗啊，连他同时代的一个伟大诗人杜甫都说一句什么话？他说李白的诗啊，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气鬼神。他落笔一下去啊，那个人就像暴风骤雨一般呢、啊。无限风光啊，然后他写成了诗一个，连鬼跟神都会哭啊，太好了，写得太好了。他呢，其实他很不得意，你不要看他写了这么好方的字啊，他没有很得意的事情。最后有一次啊，这皇帝啊，唐明皇叫他到宫里面去，他想哇，这下机会来了，所以他马上写了一首“仰天大笑出门去”啊。我辈岂是蓬高人啊，他非常得意，仰天大笑啊，跑出门去啊，我怎么跟你们那样在草窝里面一辈子窝下去啊，对不对啊？所以啊，其实他去那一块皇帝没有重用他，只是叫他来干什么，消遣消遣，写两首诗。所以呢他也没办法，不过他也习了一下愤，你知道他写诗啊，师父啊
叫杨国忠啊，帮他磨墨，那个杨贵妃的哥哥帮他磨墨，然后叫宰相高力士呢帮他捧学啊，他说、啊、我写好你帮我再穿上去，也实现了他一个什么愿望，就是人生得意啊须尽欢，高兴的时候就要高兴一下。那么这个李白呢，这个其实他还有很多，时间关系我也不能再讲下去。那么我叫杜甫，杜甫是一个现实诗人，他很了解民间的疾苦，他写了三吏三好啊，写了兵车险，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了卖炭翁等等。卖炭翁里面他写啊，卖炭翁卖炭翁，十指黑黑两鬓白，七十几岁的老人十个手指都黑的，只有两鬓是白的。在山里面他讲来做床钉，那个老妇人呢叫老伴快逃，他去开门，那么来这个士兵上门呢，他说我的老伴呢已经走掉了，我的儿子呢早被你们抓走了，再来抓的话就把我抓去，我至少还蒙你们可以烧烧饭。可见这个民间是多么的结合，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呢讲到这个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房上三重茅，就把这个屋啊都摧毁，然后他发出一个感叹叫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也。就是说国家呢应该造很多的房子来为那些没有房屋的这个老百姓，让他们能够避风挡雨。这个理想呢到今天其实还没有实现。那么唐朝有位诗人叫韩愈，他说了一句话叫李杜文章在，光烟万丈长。就是我们中国啊，只要有李白跟杜甫，那我们的文化非常的灿烂。那么接下去我再讲的一个呢，就是王维。王维呢，他写了很多的田园诗，写得非常的漂亮。那个王维啊，他自己呢到中年以后啊，就信了道教，所以他说他忠言颇好道。你从他的一首诗里面，就是说。行道水群处，坐看云起时，就是啊，这不生不灭嘛，一个走进了，一个又起来了。啊，在他的诗里面还有，就是说，长河落人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人。所以啊，苏东坡说他的话是话中有诗，诗中有话。那么再讲边塞诗人。这王昌龄、王之涣、高适、陈抟，他们那些诗呢，都是写这个边境的一些凄凉。比方说王之涣，他有首诗大家一定知道：“白日依山尽，黄河无畔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其实看上去是写景，其实写情。为什么呢？就是说白天呢，那个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个人我送一个朋友走，越走越远，我就越看越看不见，所以我还想看到他，我就要上楼去啊，还可以看到他远远的一个背影。那么这些诗里面还有两句，比如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五关无故人，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再饮一杯酒吧，走出了阳关以后啊，你就再也见不到熟悉的人。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隐含更悲痛的意思啊，可能你这一走我们再也不能见面。那个是边塞诗里面还有一句啊，比方说是羌笛何须怨黄鹂，春风无度月明关，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你不要怨这羌笛啊，羌笛不要怨远这个杨柳，因为为什么春风都吹不到月门关，所以啊，
这个柳树怎么被伐呢？对不对？所以可见边宰的黄粱跟当时人的这个驻守边疆的那种友谊。那么唐朝啊，我讲了这四个以后，还要再加一个。大家呢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诗呢写了很多，现在也很多人在学他的诗，打油诗。这个人呢叫张打油，姓张，哎，真的有这个人，不是这个赵州，不是这个登徒子，不是徐赵，是真人，姓张叫打油。他喜欢写诗，又不会押韵，又不会平杂，所以乱写。写完以后呢，写了很多，很多人都看了，哎，这个也蛮好嘛，想什么写什么。结果呢，大家就写，久而久之呢，就称他叫打油诗。啊，这个插曲。那么唐以后就是宋。宋呢，他最发达的是词，词呢是诗的一种。叫长短句，就是把诗啊变成长短，然后分成了两句，上半句跟下半句。它也有押韵的要求，有平杂的要求，比诗更难。它有时候不是押一个韵，从头到底押三组韵、四组韵，两句一个韵，两句一个韵。那么这个词呢，它是因为啊，当时人们不知道怎么是，就在宫廷里面唱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另外一种唱法，所以呢，他们看到了很多西方来的人，他们称之为啊，叫婆沙，就因为印度呢，那时候传进来啊，就是大乘、小乘佛教，他们那些人进来的时候啊，就是印度人呐、伊朗人呐、还有现在什么塔吉克斯坦啊、土库曼斯坦啊、什么斯坦啊，那些人啊，跟我们中原的人长得不一样。他们头上梳着一个高高的发髻，穿着长长的袍子，所以呢，他们叫不出什么，是不是就是印度所说的那个菩萨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因为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因为我们中原人是文明的，所以外来的都是野，所以称他为婆沙曼。以后呢，就填了这样一首诗，叫《婆沙曼》。那么这些呢是可以唱的，在宫廷里面。就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啊，点歌，点这个点那个，他们也可以点词牌，啊，我点这个《婆沙曼》，点《满江红》，啊，点《念奴娇》，点《清平乐》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词啊，我要讲词的时候，你都先翻过来讲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晚唐，啊，有个李后主，南唐的后主叫李煜。这个李煜呢，是南唐的皇帝，他被宋朝打到最后啊，就在偏武一方的南方，称之为南唐。那么后来他被灭，被俘虏，所以呢，他写的诗呢就更好。现在有人在批评他，说他的词啊都是亡国之音。其实我觉得不敢。我们不要用现代人的观点呢来苛求古代人。其实他写的自己啊，他真实的思想，对不对啊？你想他那首诗啊，叫什么？帘外雨潺潺，春意难散。罗寝不耐五更寒，梦里不是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诗是什么？就啊，雨在外面下。他做了俘虏以后啊，连被子的都不是裸寝啊，就是那种破被子，不耐五更寒啊，他就被冻醒。冻醒以后，他才知道，哦，刚才我是在做梦，我还在做皇帝啊，对不对啊？你看他写的多好，多真实啊，那个思想，对不对啊？那后面一半句呢，那写的也是没挂起来。他说啊，独自卧蓬莱，无限江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是啊，你一个人啊，不要再在窗口再去逛了，这片江山已经不是你的了。
所以独自木品呢无限向上，流水落花成絮呀，你的日子啊，好日子已经没有，就像流水落花那样过去。那我的生活呢，以前像在天上，现在落到了人间，所以最后去了天上人间。你想想看，他写的多好。什么叫亡国之念？它是反映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我们不要用现在人的观点思想正确，思想不正确，对不对？那么还有一首诗啊，他写了这无言独上西楼啊，远歌舞剪不断，乱排乱是离愁，就是说他心中的愁啊，像一团的乱麻，剪不断，离太乱。那人们最记得他那个句呢，是什么？是叫问君还有几多愁，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说他的愁啊，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永远流传不尽。那么唐朝的最好的词人就是这位。接下来呢，我要介绍几位宋朝的词人。宋的词人呢，我要讲问词人，大家也都猜到的是谁？李清照。李清照的词啊，真的很多男的都写不过他，不要说男的，就是自古至今啊，没有一个女词人啊，她的词可以写到像李清照这么好。那么现在的人也批评他，说他什么脂粉气太重啊，什么太冤仇气太重啊，等等等等。其实你叫一个女词人写什么，像岳飞一样写仗字既灿如如玉啊，肉笑谈鹤影胸如雪，写的这么冲冲杀杀，那还是个女词人不是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李清照的词啊，真的写得好。他写的一个凄凉的景象跟心情的时候，他这样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七个十六个字，七句话，都是嫡词。有谁会写的这么好？把一个心境，把一个环境、意境都写出来，很不容易。他的一个小令。比方说，昨夜风疏雨骤啊，如虽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啊，却道海棠依旧。知我知我，应是同飞绿昼。他就说啊，夜的风凉，他很关心院外的院子怎样。卷帘的那个仆人说还是老样子，他说应该是夜风雨的，绿的就更鲜艳。红的呢，一定打掉了很多花瓣，所以呢叫绿肥红瘦。那么接下去我再介绍一个呢，是叫辛弃疾。辛弃疾字嘉轩，他呢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词，嘉轩长短句一共有600多首。那么他的词啊，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比方说我们最熟悉的一首叫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啊强说愁。就少年的时候啊，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忧愁啊，就是喜欢去找一些文字来啊，说心中啊非常的愁，为写一首新词啊就强说愁。那么后半阙他怎么写？而今世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啊，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境界啊，就是说到了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啊，真正什么愁都有了，什么愁都尝过了，反而就说天凉好个秋。这个词写得多好多好。那么我还喜欢他一句啊，叫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这就是什么意思啊？风流不是男女风流啊，所谓风流啊，就是你建立了很多的功名，非常的有名啊，但是你要知道，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经不住时间的消磨，经不住啊沧海桑田的变化，你所有的荣誉，你的成就，都是经不住风吹雨打，还是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们人生啊，想来想去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好争的。那么我还喜欢他的另外一首诗啊，叫《破阵子》。他写了他一个文人从军，一开始你看多有意境，醉倚啊，挑灯看监军啊，弄火营，吹角连营。突然呢，这个吹起了号角啊，说他要什么？说八千里分麾下旧都师弦，听塞外神沙场秋点兵，要去打仗。这个啊，见也看不成了，梦也做不成了，马上起来啊，在沙场点兵啊，一路进行就八千里路啊打过去，然后打到听到对方五十弦，就一支箭，五十步打出去的那个声音都听得到，就是上战场。后半阙他写啊，马着灯笼飞奔，弓弩霹雳弦惊，了却天啊君王天下事啊。可怜白发生，就是说你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打到最后啊，把别人的事情都办完了，你自己的白头发伸出来，所以一切都是在空茫啊。看诗啊，就是要看这些意境，不要去看他诗里面写什么，你要体会他的意境在什么。你忙来忙去都是白忙啊，忙到最后啊，就是白头发伸出来。好，再下面再讲一个将军呢，就是岳飞。岳飞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他母亲啊，保他精忠报国啊，最后啊，他十二道金牌啊，被召回去之后，在风波亭啊，被迫害死掉了。那么他的一首诗啊，一首词啊，叫《念奴娇》啊，《满江红》，《满江红》啊，写花。这里面被大家其实也看到是什么？好像是他一腔爱国之情，其实里面几句你仔细去想，也是跟辛弃疾讲的一模一样。三十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就是说啊，很多事情啊，我们是啊一直在忙忙碌碌的在做，最后的。去觉得不要哪一天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最后啊，我们还是空悲切，因为为什么？我们活了少年头，什么其实没有做成。那么再讲一个军人，他就是文天祥。文天祥呢，他英勇抗金啊，最后啊被捕，然后呢，金军的最高这个统帅金恶社就收买他，给他高官厚禄，他不为所动，写下大家知道的一首诗，叫什么？狂恐啊，谈头啊，谈狂妄，伶仃洋溢，谈柳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不被收买，也不怕死，他要留下自己的英勇。在青史上，那么宋朝呢，还有一位是苏东坡，最那我放到后面去讲。那么宋之后呢，就是原没有什么好讲啊，那时候只有关汉卿啊，他写了很多的这个什么《西厢记》啊。窦娥冤呐，六月雪啊等等，那我不在我讲的范围之内。倒是有一首无名氏的歌，大家可能知道，叫《静乐川·长山下》。天苍苍，野茫茫。
其实在元朝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好事，那明朝呢也没有什么好事，因为明朝朱元璋也建立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控制严格的一个王朝，那么他呢大兴文字狱，很多人也不太敢写啊，那么只有一帮东林党人啊跟他作对，那个东林党里面倒是有个叫顾景琛，他写的是对联，对联前首其实也是一种诗，只是对起来的诗，他写的什么呢，叫这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首呢也就是在明朝这个遗留至今的一首好诗。那么明之后呢就是清，清没有什么好诗，因为他的文字狱啊就更厉害，你知道，比方说有人写了，他看见一阵风吹来，文字啪啪啪的翻过去啊，他就写了清风不识字啊，何不乱翻书，那清王朝就把这个人抓起来说我们清人啊，哎呦，没有文化，不识字还翻什么书啊，就把他给斩了，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讲，只有一个人，君子贞，叫龚自珍，不是上海人都君，龚自珍，龚自珍他是这样写，九州生气赐风雷，万马齐喑尽可归，天啊，我劝天公重斗色，不举一个将人才，就是说这万马齐喑啊不是好事情。应该是怎么样，这么大的国家应该人人都献计献策，那么清朝本来有一个人被大家早就忘记了，突然现在大家都晓得了，变成了网红，他是谁呢，叫纳兰性德，他是清朝的一个王族，他是埃及居鲁士的一个人，那么他写了很多好诗，不过他很可惜27岁就是。那么现在为什么突然变成了网红呢？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被现在的应用叫什么？不忘初心。这个不忘初心啊，就是呢，你要坚持革命理想，不忘初心。其实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什么？纳兰性德是这样写的，那时候是，他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啊？悲情啊！秋风悲画算，等钱变却古人心啊，却道古人心易变。他说啊，人生啊，就像初见一样，这个男女之间啊，三分海誓。但是不久呢，那个男的出去了，他马上就忘记，人也不见了。所以呢，那个女孩子写下这首诗啊。怎么我们初见的时候就不是讲得好好的啊，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快啊，我也不知道哪位这个文人啊去翻到了这种事，就说这是坚持革命理想，不忘初心。好，清朝就讲到这里，那么我回过头来讲刚才讲漏嘴的时候，就是苏东坡。东坡呢非常有才，他的父亲啊帮他起名字的时候啊大概就知道了他的结果，他叫苏轼，他的弟弟呢叫苏辙，什么叫轼呢，就车子旁边两个横档啊，就是把他挡起来，说他这个人太聪明，将来会出事，他弟弟比较规规矩矩，让人子啊稳人不会走偏的，所以呢他写了一个叫名二子名，就是给两个儿子啊起名字，结果果然这个苏轼啊实在是个大才子，你知道他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词填得好，连肉都烧，对，还多木肉，还多木肉。那么他呢很早在京城做官，但是他的运气不好，为什么呢，他老是站在错误的一方，
站错队。站错队。王安石上去他反对，欧阳修上去他反对，就搞来到要他独到，你知道？最后呢，他写了首诗叫《乌坛诗》，为了这个《乌坛诗》，他被打入死牢，差一点杀头，但是大群臣求情啊，他这个实在是个大才子啊，大文豪，杀掉了多可惜啊！皇帝呢就把他贬到下面，到了杭州，啊，做了太守。到了杭州呢，他修了一条书体，还写了西部的很多诗。大家知道落榜，新公如戏子啊，新公变戏子，但丈夫啊莫足相依。后来他又变到了黄州，他写了一首啊这个行书啊，就变成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黄州那边呢有个侧壁，他到侧壁呢写下了前侧壁赋跟后侧壁赋，还写下了一首念叫《侧壁还古》，这个我不必读，大家都知道《大江东去》那首。那最后呢，他被贬到海南岛。真的，那时候的海南是荒凉的一塌糊涂。那么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就想起啊，我到美国了快40年，这40年里面，很多的朋友从中国打过来，他们来玩完了以后啊，就跟我讲说，这个美国啊，这个基础建设呢，像第三世界，啊，我们那个高铁啊，这个还有什么，公路高铁啊，然后啊，你们住的都是矮小小的房子，我们都住在高楼大厦。你们这个马路啊，5、6点人都不见，鬼影都没有，我们那里灯红酒绿啊，这种地方你怎么住得下去啊？几十年，我一时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后来一直看到苏东坡的这首词啊，他写了一个女孩子，本来在江南，后来呢被跟着这个先生两个人啊，到了那个岭南，就南方很偏僻的地方。那么他怎么写下半阙？他说：“万里归来颜欲少”，就是万里回来啊，回来探亲，看上去啊苍老了很多。但是他笑的是啊，笑是有带岭南香，他笑的时候还有岭南的梅香。气质还没有变，他想问啊，是不是啊？啊，岭南啊不好，但是那个女孩子啊，她回答是：却道此心安处是故乡。所以呢，我也用这句话来回答所有问我话为什么还住得下去的。好，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